間中睇報紙都會見到一啲好年輕就成功嘅故事，往往錯誤咁令人以為成功靠天分或者幸運。好多人都會忽略呢啲年輕成功人士背後係透過高人嘅指點，先至可以避開陷阱，早日成功。所以亞洲大學堂都經常邀請唔同界別嘅高人嚟 ATV 指導我哋藝人。今次就繼續請嚟資深藝人李文彪先生同我哋分享。嗱，而家講另外一樣嘢就係、是、拍古裝也好，時裝也好，當然有時就係男同女嘅對手咧，有時有溝通。有溝通咧，就會解決好多疑難，就唔會話啲咩尷尬，到時有啲咩出咗事咧，就賴人哋點樣？尤其是鋪啊！原來作為藝人所走嘅路係一啲都唔容易噶。如果可以吸收前人嘅成功與失敗嘅經驗，自然事半功倍啦。如果想知多啲李文彪嘅分享，就留意星期六晚10:30嘅亞洲大學堂啦。